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開始錦囊的環節。這節嘉賓繼續請來 Stanley 和我們跟進一下港股後市的走勢。 Stanley 早晨。是，你好。 Stanley， 我們上節就講了外圍，這節我們講一下就港股接下來的走勢會是怎樣。知道你之前比較淡，現在會不會看好一點的市呢？因為看到那些資金是有加快流入港股的跡象，大成交昨天突破了900億，這個兩個月新高的成交來的。港匯昨晚紐約時間就是抽升去到接近7.753一個月高位，而都見到很多業績出到嚟，都是好過市場預期啊！嚟緊係咪會繼續見到資金流入咧？淡我先講翻啦。咁你入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再講你話即係淡定係好咧，都冇噶啦。即係基本上個市又真係升咗上嚟噶啦。即係你亦都可以話，即係我之前的而且確啦，可能過度悲觀咗啲啦。即係呢個我都承認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即係睇淡後市嗰個嘅睇法啦，即係我諗我又冇一點改變過嘅，即係雖然個市都仲係升緊上去啦，咁但係我自己對於後市嘅睇法都仲係有啲嘅保留嘅。嗱，當然你話喺翻即係亦都喺翻呢一段嘅時間，有好多比較上係即係幾令人大家有啲嘅意外啊、驚喜嘅事件發生咗啦，即係你可以話即係脱歐之後嘅。見得到很多嘅叫係央行啦，都有啲行動之餘啦，咁甚至乎港股呢一方面啦，都係翻叫係深港通嘅消息之下，有個比較好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整體上一啲嘅市況咧，即係甚至乎之前我喺其他地方都解釋過嘅，就係話點解個港股喺翻呢一段嘅時間。會有一個比較係即係好嘅表現咧，咁最主要都係因為本身就真係你可以話即係港股個估值啊，喺翻全球嘅市場裏邊嚟計嘅話咧，都真係比較上係幾落後嘅。咁所以你話多資金去部署翻咧，即係呢一陣追翻個叫係追落後啦，咁我覺得係唔出奇嘅。咁達到呢一啲嘅水平之後啦，仲有冇機會有啲比較大啲嘅叫係上升咧？我諗要視乎翻兩個比較主要嘅因素。第一就是話啲業績嘅因素，咁啱啱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好似呢一輪咧出嚟嘅公司嘅業績個表現都可以話係好對版啦。咁特別係呢個騰訊先啦，係咪？騰訊嘅業績嘅真係你可以話係琴日嚟講啦，個大市能夠突破23000一個比較係最關鍵嘅因素啦。咁但係你騰訊之後啦，仲有冇啲咩嘅業績大家係會有啲嘅憧憬咧？因為你話過埋呢個騰訊之後嘅時間啦，咁基本上餘下嘅一啲嘅藍籌股咧，比較大隻嗰啲咧，咁基本上得翻就真係叫做係啲內銀啊、內險股噶啦。呢個平保嘅業績都係可以話係勝過市場嘅預期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咧，即係我覺得平保係一個喺翻內險股裏邊咧一個比較係幾二數嚟嘅。即係本身你睇翻今次份業績咧，你會見得到噶啦。咁公司嗰個嘅叫係互聯網金融嗰邊咧做得比較好嘅。咁所以個業績有個咁理想嘅表現咧，都真係有點而係叫喜出望外啦。咁但係其他嘅內險公司咧，你又見得到咯喎，好多咧出咗刑警嘅，咁都意味住就係話啦，咁佢哋上半年嗰個嘅表現都唔算話太過理想啦。咁你又指內銀股方面啦，咁事實上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只要佢唔倒退咧，已經係叫做得好噶啦。咁嗱，所以你亦都可以話啦，如果以翻一啲業績股去睇嘅話啦，咁似乎個大市啊都比較上係欠缺一啲叫係催化劑嘅。咁而另一方面就睇埋你話外圍同埋 A 股嘅狀況啦。咁因為外圍方面咧，大家可能都仍然比較上係關注翻就係話加唔加息呢個因素。咁呢一個嘅因素亦都會令到個市場本身啦，即係唔單單係你港股嘅，你可以話係全球嘅投資市場啦，都有個比較大嘅叫變數存在住。咁除此以外啦，當然係睇埋 A 股個表現啦，因為 A 股呢一排咧其實都有啲叫係走強翻嘅，同埋個氣氛上咧有啲嘅改善。咁所以當然啦，你話深港通一啲嘅叫係之後嗰啲嘅叫安排啊，大家都仲係會比較關注啦。咁所以嗱，暫時嚟講啦，你只可以話咧港股個勢頭而家係叫係樂觀翻啲嘅。但係你話係咪等於如果港股可以再一舉而上衝上去咧？咁我自己都仲有啲嘅保留。所以暫時嚟計啦，我都相信你話港股都係喺翻22800啦、23000呢啲位置咧，都係可能係叫做整固住先啦。咁業績係咁變成為變相之下，就係話咧個大市都可能會大家會觀望翻啲業績嘅即係嗰啲企業嘅情況咯。咁啊會出一個叫炒股唔炒市一個嘅情況出現咗。明白。咁我咁啱咧都係想跟進翻咧，想問呢啲業績嘅問題嘅，因為都見到咧即係咁多公司出到嚟咧業績係非常之對版啦，包括你頭先提到騰訊啦，同埋平保啦，其實都會唔會反映翻咧之前咧市場係過度解讀咗中國經濟 L 型走勢咧？都見到預期。
期係 turn 得太低，會唔會而家都反映翻咧內地嘅經濟復甦步伐咧，比大家諗嘅想象嘅快啲咧？因為騰訊嘅業績好啦，咁當中都包括嗰啲廣告收入啊，證明啲公司係有錢，仲可以投入呢啲奢侈嘅個消費。咁仲有就係平保佢互聯網金融做得好過大家預期好多啦，即係佢借多咗錢出去，即係咪都係啲企業係復甦嘅跡象嘅咧？我想你有兩間公司的情況呢就比較有些特殊的，即係變咗你如果以翻你話騰訊為例啦，咁事實上今次你見到佢個業績啦，即係睇翻呢個叫互聯嗰、那個叫係一啲嘅網絡廣告啊，以至到一啲嘅叫手游方面啊，嗰邊做得真係好理想嘅。咁呢、這個但係呢個你都可以話大家叫係預料咗㗎啦，即係你話當然啦，呢次比預期中為好咧，有啲錦上添花嘅情況。但是你話係咪即係等於係嗰個經濟係好翻咧？啲人願意多咗去廣告咧？我反而會覺得就係話，其實而家呢個叫係叫網絡嘅廣告啦，係搶咗唔少咧傳統廣告嘅生意。即係所以變咗，如果你睇呢一個嘅數字嘅話咧，可能要睇翻你話全中國本身嗰個嘅叫係廣告收入有冇話一個叫係即係上升嘅情況。但我自己預計啦，其實你亦都可以話啦，上半年嘅時間啦。內地的經濟整體狀況都真的叫做不是算是太過理想的，所以我都預期你可以說即騰訊這次的廣告做得好可能是一些自己的因素，另外你說手遊方面那個表現就做得理想，大家也可以說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次你也可以說如果對騰訊來計它的季度的業績你也可以說恢復一個比較好的增長，即很強的增長，所以令大家都覺得就是說騰訊之後的發展都依然會走得比較快，即有些說法甚至乎就是說它好像去回之前是科網股的年代即是有一個增長那麼快的情況。另外你說好像平保啦，平保是另一個故事來的，因為公司本身呢其實有個比較強的地方就是說交叉銷售的模式，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好早咧，已經係打呢個互聯網金融嘅主意之餘啦，亦都有一個綠金鎖啦，係咪？咁所以就你都可以話啦，即係公司今次做得咁好嘅原因咧，都有一啲佢可能自己以前一啲鋪排嘅一啲嘅因素。咁所以就我諗暫時嚟計啦，單憑兩間公司嘅情況啦，就可能去斷言就係話其他嘅股份啦，都會有個比較好嘅表現。而且你看看昨天的時間好像你阿招行為例它的業績呢都是增長6%左近，你說是不是很理想呢？不過不失啦，即可能你說比大家之前預期的可能你說是有即可能沒有增長呢，是有些稍微叫做好一點，但是這個因素或者這個業績出來都好，雖然股價呢升上來，但是那個升幅呢我都覺得比較短暫，所以暫時來說呢我都覺得就是說企業的業績比較難去撐住個市有個比較好的上升的動力咯。所以剛才 Stanley 的總結呢就是應該短期內應該見到是炒股不炒市的情況了，市升不是太有個延續性，是應該個別公司做得比較好。如果是要即是看到個經濟是否復甦，是否最重要呢關注下個星期即是多的內銀股公布業績才知道經濟是否好了一點。反而我會覺得就是說可能要看一些經濟的數據的情況，因為而家都真係你話係咪叫轉強翻咧？真係言之尚早咯。所以我都覺得就係話，而家暫時嚟計咧，大家都係可能即係你話本身冇嘢有貨嘅話，咪繼續揸住貨先咯。但係未有貨嘅話，而家嗰個安排或者部署點樣做法好咧？咁我再等下先啦。因為嗱，而家我哋傾緊偈嘅時間啦，咁都見得到嗰個期指都扯翻落去嘅。而呢個強勢股騰訊啦，都有開始有好事啊，開始有啲叫係即係調整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咁急入市住。好啊，我見到個市咧，的而且確喺23,000嗰度咧，好似有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啊。Stanley， 你又覺得咧，即係個市未必太有延續性嘅話咧，去到邊個位置即係升唔到上去咧？其實咧，23,000呢個位置似乎23,000之上啦，都開始見得到噶啦。再都開始比較大噶啦。我都預期你話個大市本身喺翻呢啲位置頂籠都係即係拉佢住先咯，跌又跌得唔會好多住噶啦，因為你亦都可以話而家個市場嘅氣氛又比較又有啲改善啦。咁而且啱啱提及到的 A 股那邊的成交量呢都大翻嘅，都意味住個氣氛咧開始叫轉強翻啲啦。所以暫時嚟講啦，咁你只可以話個大市就升唔到，但係跌落去嗰個嘅空間咧，可能亦都相對比較有限嘅。所以而家都好似啱啱提及到啦，咁大家既然係呢個叫業績期嘅時間啦，咁大家都可能會揾啲即係可能業績好嘅股份嚟，可能再有啲嘅部署。好啊，睇睇內地股市今日咧都係偏軟啦，咁拖累埋港股方面啦。而家期指係低水25點啦，係跌緊55點，報22,997點嘅。
咁港股方面咧都係浮浮沉沉啊，升啲唔升啲咁樣樣啦。而家輕微升緊3點啦。咁國企指數升11點噶。Stanley 同你傾到呢度先。頭先講過兩隻股份有冇持有㗎？持有騰訊嘅。好啊，多謝曬你嘅分析。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即時攻略嘅環節，陣間再見啦。